感谢上一位主播为我们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啊，然后我们先给大家跳一个舞。喜欢我的别忘了给我点一点直播时通知哦，当然你可以看我跳完一支舞再点儿。跳个加特林吧，刚刚看见上一个曲子上一个麦序的时候你们在点加特林，我给你们跳一个吧。你有神奇的裤子吗？没有。是那种解开扣也不掉的吗？我有神奇海螺，你要吗？没有。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啊，我想买吗？买个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哥，我也是社会人。加啥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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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啊，我想买嘛，买根枪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哥，我也是社会人。加啥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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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试试咋的呀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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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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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那么大声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音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买枪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十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，等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集金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去你妈的！别冲动，把老王也不用一万，我只有一万。乖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的权利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这么多本事。可是，兄弟们，现在可以给我点关注了吗？现在可以给我点关注了吗？刚刚点关注的时候，大家说先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已经跳完加特林了，快给我点关注了吧。来，不，差点就忘了我们的广告词。欢迎各位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。我是本档智囊主播，我叫幺幺，喜欢我的一定要给我点直播时通知，这里有非常多好看的节目和好看的舞蹈。然后我再给大家跳一个特务钩吧，给大家再跳一个特务钩好吗？好的。
看见公子哥扣了个一，高冷。来，兄弟们，我跳舞的时候，咱们把六六六扣一波啊！别忘了咱们的六六六啊，六六六不能停。给大家跳一个特务钩。通知哦，因为咱们的麦序时间只剩下5分钟了，还能最后给大家跳一个舞就要走了。欢迎各位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这里有非常多的戏精彩的节目，对，苏威苏威苏威。咱们最后一个舞给大家跳一个不开分屏的，我知道你们老嫌弃我开分屏。但是我就是跳特务钩的时候，觉得那样开比较酷，而且前场就是。
的记得给我点一点直播室通知哦，点了我的直播室通知，你们想看什么样的舞蹈都可以跟我提，然后来者不拒哦。除了我们这个靖哥啊，除了靖哥这个开火车以外，咱们再跳一个，再跳一个上下吧，好不好？给大家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我已经表演两轮了，大哥，你给我点了直播室通知，才能看到更多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小帝王，谢谢燕子。哎呦，我的头发乱了。然后咱们就跳到这了，咱们就跳到这了。剩下的时间交给咱们季瑶瑶。季瑶瑶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女孩，你们看到她一定会喜欢她的。啊哦，还有20多秒，我刚看错了，我刚刚看见50多秒，看成20多秒了。打一个小小的广告，欢迎各位来到992星星秀，燃爆星星就在这里，我是本档就当主播，我是你们的小胖腰。对，小胖腰没错。喜欢我的别忘了给我点一点直播室通知啊，这些抠溜溜的还没停啊。谢谢大哥们给我滚滚屏的溜溜啊。